有时候也会就是不开心，你呢也会不开心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能表现出来给大家。然后我回到美国之后就是想把这些感情都写下来啊，所以 the other side 就是我们一起在呀、yeah. 我知道你们会一直在，可是The Other Side 这个专辑就是我想写给大家的一个，也是写给我自己，不错，是的，我想给写给我自己，然后也是想写给大家，就是了解我一下，谢谢，你们都知道，好，那。你们喜欢The Other Side吗？喜欢。还是你们更喜欢就是 Fallen 的这种？都喜欢。我听这个听啊，听烦了。你们再说都喜欢，那我回去不知道做什么给大家听了。啊、你们要 sexy 的，懂了。OK， 送你个棒棒糖。那我下一首歌就是好 ，I understand， OK， OK。下次回来我再做 sexy 的歌给你们。那我下一首歌就是这个 setlist 的下一首歌，这个表演的下一首歌，是一个比较慢的，我来拿一下我的 mic stand。